が動詞すぐ、はい、忘れました。好、電車に傘を忘れました。いいですか。那如果说我在巴士里面忘，就是把雨伞放在巴士，那怎么说？巴士里，放在电车里面，那怎么说？就可以把那个这两个对调。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来，老板给我收据。好，我要比预定的时间早一天离开。好，能够帮我叫计程车吗？タクシーを呼んでいただけませんか？忘れ物をしますか？好，我要退房。Check out。刚刚自己会画对，那等于说，那其实恭喜来讲，同学要优到说去日本观光这样比较实比较受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同学都会去自助旅行，对。啊，所以就是说学一些观光绘画会比较实用一点。那其实像学，那你是说教他唱歌的话，是唱哪比较说叫哪种风格的歌曲？就演歌方面呢、啊，就是主要是解释意思啊，然后就大家轻松愉快唱唱歌这样子，嗯。